太难卖了，太难卖了，让老王改改刀再卖。如果你是鸡的话，一个鸡翅只能卖5块钱，我给你加工成220能卖15。如果你是一只鸭的话，三斤鸭只能卖18，我给你北京烤鸭给你变成288。你果然会选主播，你选的好兄弟啊，秒钱吧啊，6000万，别多，这只宝宝即便交给我打，我也只有88%的成功率，能打掉须弥。怎么了？一本法宝的雕雕鬼魂怎么了？不是我正常水平吗？老板，我再上一本法波，我就给你收手了，你直接带模型套。初期须弥他必须得有法波，因为他只要往上波动一点点，初期都增加15%啊。所以说法术书必须全，有出席的你必须有法波，没出席的你再高敏再感知是一样的，但是有出席的你就要往上追输出的上限，那15%比高模型还多了一个75%的高模型。我知道你害怕，但是你别怕，给我掉夜战反击。须弥和大雷还剩2000万啊，赔钱野生的，你能在摊位买到野生的30级持国，竟然是宝宝，直接炸！初期须弥高魔高法爆法波，慧儿啊，慧儿啊，给你号下了，慧儿，欢迎你来到无与伦比周杰伦，你这条路虽然走死了，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我们在顶峰再见。赔钱，老板没说回炉，老板没跟你说，跟我说了。一个回，一个下，一个打，一个秒。